忙完没？忙完了。行，忙完给你检查。不是，检查检查什么？你今天都干什么了？不是我干什么了，还要向你汇报啊？我妈走之前让我检查的。你妈让你检查的？啊，你以为呢？你早上8点到11点都干什么了？8点到9点半，我去买菜了。花了多少钱？花了65.6块。买的什么？2斤猪肉32。32块整吗？不是要问这么详细吗？不问这么详细，等我妈回来，我怎么跟她交代？花了32块6。然后买了20块钱鸡蛋。有人。还有一颗白菜4块4。然后还有2袋盐4块，1袋鸡精4块。还有6毛呢？还有6毛，买了点小葱。行，就这样。明天自己写，我签字。我作业挺多的，也挺忙的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大点声。知道了。行。